今年呢，那整个国民党中央可以说对于轩辕皇帝的祭典是完全是不闻不问的。那么，反而到最后是由新党把这个棒子扛起来，那么跟大陆的媒体之间进行了所谓的视频的连线。那从这样的一个过去跟现在的比较，就可以显示出来，现在由江启程去领导的国民党，其实已经发生了非常明显的质变。 那为什么有明显的质变？我们可以从这一段以来，国民党的纷纷扰扰可以看得出来。那么很多人对于九二共识已经抱着要放弃的念头，那很多人对于中国国民党是提议说要把“中国”两个字拿掉，甚至改为“台湾国民党”。很多人认为说国民党应该向民进党的这个两岸政策去靠拢，所以种种的变化。 很明显的，国民党已经是拿枪跟着民进党拜。很多人都打趣的说，国民党现在已经是民进党的附水组织。就是现在的国民党已经没有所谓的党魂，也没有党的立场，甚至对于国民党党纲里面追求终极统一的这样的一个目标，其实都已经是放弃了，而且不敢谈了。那第二个呢，国民党基本上他已经在选举中被打怕了，被打崩了，所以他认为说。 国民党既然下一次的选举要能够有一席之地的话，那这时候就必须要改变国民党的路线。国民党其实对于这个所谓的统一的问题是谈都不敢谈，对九二共识，国民党是敬而远之。那对于所谓的“中国”两个字，那国民党更是要跟中国俩划清界限的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一叶知秋，一个轩辕皇帝的祭典，就会看出来国民党已经变了。